Hello， 大家好，嗨嗨，我是言承旭。在这边最重要就是又跟康师傅合作啦，然后要谢谢康师傅哦，给我这个机会。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多用心，然后关心周遭的人事物。新的一年里面，希望大家龙年事事顺利，然后我把它改成龙事顺利，然后步步龙生。大家好，我是言承旭。新的一年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发现多一点的生活欣慰跟惊喜的事。我们都要有新气象，然后我们都要发现生活欣慰。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龙马精神，龙腾虎跃，然后龙子成功，谢谢。老生龙子。